真是抱歉，惊扰到各位了。六弟破了我的棋局。六弟懂什么棋？别把我弄死了。对对对，老舅，你懂什么棋啊你啊？这二哥这残局摆这么多天，别人都破不了，就你破得了啊？六弟若是对学棋有兴致。 不若与我在守坛一局如何？啊，杨飞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说你个笨娘子，你装什么棋痴？你装什么棋痴啊？你在这儿？你看你胃病又犯了吧你？你二哥，老六这身子不好，你是知道了。先回去吧，多谢。五哥送我一下。我送送他。 说你当这个浑水干是什么啊？你破他的棋局，你知道他们这个。阿良，我还说的是，我目送你吧。 好好吃药啊！但凡是外头的物件，一律不准带入新川宫中，请各川姑娘都自觉些吧。这都是什么？这都不能带。进吧。 丹春郡主身份尊贵，川主特许持枪进宫，但这包裹得留下。家里穷，没带什么东西。 是什么地方，能任由你这么乱带东西吗？若人人都像你这样，还有规矩可言吗？哎，真好看多了。侯军还是歪的。 这人一世华贵，又在少主别院，大概也是个少主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哦，我是这里的侍读师傅，少主们的饭菜都要经过我先试一试才能端上去。啊，这些菜都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这用嘴亲自侍读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 你是谁家的院里？小姐，因为这个六少主啊，体弱多病，难成大事，新川主就没有那么伤心了。这宫里，先是看人下菜碟的事儿，自然而然就对六少主没有那么在意了。这样说来，他还挺没有存在感的。六少主。 六少主，那你说说看，这六少主他长什么样子？
这个人比较朦胧。朦胧？展开说说。他存在感很低，在一群人之中你很难发现的。就算他站在你面前，都有可能认不出他，在宫里若有似无的。你这描述的倒是挺准确的呀。改日我见到六少主，让他犒劳你一番。那都不用了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侍读师傅，那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自己。